桃园到中北的复查度却全面遭到替代下诶。桃平镇企业中丰六桥同天桃就为本人拆台同屯平诶。平镇企业新市场企业发展协会桃复查度天下桃盘了一场多项片展。礼拜多黑展出来包含福建一条为五十种平常是罕得看到的老相片，还有将多相片地图的演播强下来参加，大家看相片免转无停摆。路过该民众头铁下头看电路相片店，经济铁路铁下发中丰六桥铁下头为中下插牌吞平，所以礼拜协会发起看桥路相片店，模式超过两百位中介相片，经过拓展了后，现存五十种罕见介路相片，包含铁路复权介体检同英文宪法相片，未邀请相片都介人不来，免去六桥复权介客家文化历史。做一张啊，台妹加下黑白相片，那看到黑白相片，当就认识。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，把我们这些地方的文史啊、工作者，还有我们热心的民众做一个串联之后呢，可以保留我们这个地方的记忆。几百册电影无休提供，另外用中丰六桥同富群天气做范围，透过东都街访谈，就八十个民众提供相片展出，希望透过老相片调查过程当中，引起民众对这个空间的关注同讨论。加多了老照片的这个过程，向下共同来思考，而且六桥将来拆掉以后啊，这空间做了样板来规划，对蔡电影是最得当的。计划七点二无休提供，宽桥路相片展览是平镇区社区发通街一部分，希望透过路相片，分享起九百起路头白概念，和卡斯的报道，同体客家文化界生发机制。客家新闻罗文泰头前报道。